以后再有什么事情还得要你及时向哀家禀报啊。这皇上真的身边不能缺少像你这样的忠心耿耿不怕给皇上纠错的人呐。这多谢太皇太后，奴才告退了。奴才告退。哎呦，这个李玉欢呐，居然还敢回来，真把这紫禁城当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有这么随便的吗？是舒姑娘。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抬也给我抬到慈宁宫去。这大胆，奴婢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传太医，这刘嬷嬷，你的胆子很大呀，居然敢对世叔姑娘如此无礼。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是太皇太后，她要宣世叔姑娘去慈宁宫的，请皇上恕罪啊。好了，你去回禀太皇太后，就说世叔姑娘病了，等她病情好转了，朕再陪着她去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请安。是。走。相公，你怎么了？相公，别这么叫我，别这么叫我，我求求你别这么叫我。我们已经成亲了，我不叫你相公叫什么？你还应该叫我娘子呢。不是梦，昨晚都是真的。我们行过礼，入过洞房，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呀。
我竟然背叛了小师妹，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相公，你没有背叛她，是她先背叛了你。她逃了你的婚，跟着康熙走了。她带给你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她现在已经是康熙的女人了，不可能再回来了。我妹不会骗我的，她跟康熙回宫是有苦衷的，她不可能嫁给康熙的，她不可能这么对我。相公，你醒醒吧！你看看你背后的伤，这都是你为她才受的变形，你的伤还没有痊愈，你就忘了疼吗？难道你又忘了她任由你昏迷在荒山野岭，自己自私的跟着康熙走了，去追寻她自己的爱情，根本就不顾你的感受？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别说了！你不要叫我相公，我也没办法把你当我的娘子。我的心里只有环美，只有环美，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人。是我不配做你的相公。你还是放不下的。就算他那么对你，你还是放不下的。是，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都放不下他，我放不下他，我放不下他。既然你放不下他，那你为什么要接受我？为什么要跟我入洞房？你为什么要给了我希望，又让我这么绝望？你说。对不起，倾城，我真的放不下他。我对你来说，就是一具空壳，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不能将错就错，否则环美只能去跟着康熙了，我会害了他一辈子。环美，环美，你口口声声只知道环美，为什么环美做了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包容他？那我呢？不管我怎么对你真心，你都不接受我，你都在逃避我。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你却跟我说那是一个错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青城，我什么都给不了你，那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好辛苦啊，我不能让义父失望，也不能让朱明联盟的人失望，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我求求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杀了我，我求求你杀了我。我真是想不到朱慈轩，你对我竟然能绝情到这个地步。你还是我的那个大师兄吗？那个从小对我最关心、最温暖、最呵护我的大师兄吗？我本以为把自己嫁给你，就能永远跟你在一起，哪怕你不爱我，我不在乎，我只想跟你
在一起，关心照顾你一辈子。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对我说，你宁愿死都不愿意接受我。对不起，对不起。警长，我薛倾城今日对天盟誓，此生我薛倾城绝不再对朱慈轩有情，有违此誓，犹如此残。启禀皇上，世叔姑娘脉象很好，没有什么病啊。胡说，世叔姑娘明明很难受，怎么会没病呢？她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你担得起吗？那臣先开几副调养身子的药吧。这就对了嘛，世叔姑娘啊，她的病很严重，明白了吗？臣明白了，臣明白了，那臣这就去煎药。别装了，都走远了。嗯，你小点声，要是被太皇太后知道了，又该找我麻烦了。你放心吧，太皇太后那边有朕担着呢。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还是有点担心。你是在担心明珠谷的那些人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你抓走了我的猪哥哥，还抓走了我爹跟我师父们，最后你还要砍他们的头。你这个呀，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然，如果你爹和你的师父们一意孤行，坚持要光复大明的话，那最后这样的结局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朕想放了他们，满朝的文武和太皇太后也不会放过他们。我明白，我以前一直认为皇上是这天下最大的官，可以为所欲为。可是在我进宫大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身为皇上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龙小弟，我这次答应你回宫不仅仅是为了救朱哥哥的性命，我还想开诚布公的跟你好好谈一次。你想谈什么？说实话，从小到大我爹跟师父们都教导我要光复大明，我们明珠谷的孩子都以光复大明为一生中最大的责任。可是我始终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光复大明呢？我爹跟师傅们总是说，朱明王朝才是正统。我们大明是如何如何的好，你们大清是如何如何的不好。可是自打我进宫到现在的大半年时间，我看着你这个皇上，心里不仅仅有你们大清，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所以这让我很矛盾。龙小弟，你跟我说实话，如果我真的说服了我爹跟师父们放弃光复大明，你真的可以既往不咎吗？那当然。这是朕为什么连续两次放了朱思轩的原因。他和你爹还有你的师父们都是前明各行各业中的顶尖人才，他们要是肯放弃对抗朝廷，辅佐朕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那才是真正的造福百姓。否则的话，就是年年内战，天下大乱，天下的老百姓就更苦了。你不会骗我吧？你之前跟我说要惩处贪官，肃清吏治，可是你最后还是放了鄂必奇、隆德多那些坏蛋，我还能再相信你吗？朕之前是说过要杀鄂必奇、隆德多那些贪官，但是你得给朕时间呢。你给朕3年时间，朕一定会把他们清除干净的。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那我们击掌为誓，如果朕没有做到，你就取了朕这条性命，朕绝无怨言。我相信你龙小弟，不过你也得给我时间。我觉得要说服我爹跟师父们放弃光复大明，这比你诛杀鄂必奇、隆德多那些坏蛋要更难一些。朕明白。这化解朝廷与明珠谷之间的矛盾，就全在你和朕二人了。所以无论如何，咱们二人一定要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依，永不相害。好，我们要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依，永不相害。皇上说师叔姑娘她病了，等师叔姑娘身子好了再来拜见太皇太后。下去吧。那奴才告退。这当年连女色误国之事要重蹈覆辙了吗？皇上吉祥。皇上吉祥。皇祖母吉祥，孙儿给您请安。哀家可是受不起这大礼呀。先起吧。皇祖母，您先别生气，孙儿知道您心里不痛快，所以特意赶过来给您请安，顺便说几句心里话。你都把人接进宫里来了，连哀家都不能碰，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皇祖母，您知道孙儿为什么要把奕欢给请回来，而奕欢为何又肯随朕回来吗？告诉你吧，这李易欢随你回来，他是为了自己的未婚夫朱子轩，而不是为了你。你呀，想想你黄爷爷和黄阿玛的结果，你都不该如此糊涂。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该如此荒唐啊，不该如此为所欲为呀。皇祖母，切勿伤心。孙儿不是皇阿玛，也不是皇爷爷，
孙儿心里虽然爱着奕欢，但是孙儿不敢忘了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是大清的皇帝，孙儿绝不会放下身上的重担为所欲为的。那你为何要接他进宫啊？皇祖母，孙儿想要劝降李定国等人归降大清，若是能兵不血刃就瓦解反清联盟，那岂不是为国为民的大幸事？而这奕欢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只有通过奕欢，朕才能了解到李定国等人最真实的想法。哎呀，朱明王朝有什么好？他们为什么要反清？也只有通过奕欢，朕才能让李定国等人知道朕最真实的想法，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要打造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哎呀，皇上，你太一厢情愿了。你要知道，这个李定国是前明残党余孽、顽固不化的头目啊，怎么可能轻易被你感化呢？嗯？再说这李一欢，他分明是跟你假心假意，目的是要得到你的信任。皇祖母，一欢绝非您所想的那样。一欢他单纯善良，没有什么野心，他心里所关心的不是这个天下到底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他心里面所关心的是这天下百姓的疾苦。而且他对朕的真心朕能感受得到，还有他对朕的情谊和对朕殷切的期许。他这次随朕回来，不仅仅是为了救朱慈轩，而是为了和朕联手劝降李定国等人，化解朱明联盟对大清的仇视。皇祖母，请您相信素儿，也相信奕欢，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哎呀，奕欢又回到紫禁城去见康熙了。嗯，这是吴三桂在宫中的内线传来的消息，错不了。那太子跟雪倾城呢？他们也落到康熙手中了吗？内线说只有奕欢回到了永乐斋，没有雪姐姐和大师兄的消息。这就怪了，太子和雪倾城会去哪里呢？如果说倾城为情所困悄悄走了，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太子不该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没有消息，他有什么行动一定会向我们先行报告的。那会不会是太子看奕欢回宫去找康熙了，所以也前回宫去找奕欢？此事事关奕欢的名节还有太子的尊严，所以他不愿意告诉我们这些事长。哎，真没想到这奕欢他居然是非不明敌我不分，真是让人痛心呢。大师父，奕欢虽然任性，但还不至于是非不辨敌我不分。我想他不想嫁给大师兄，只是因为他心里还放不下康熙，不能一下子把和大师兄的兄妹之情转变为男女之情。还有，你说他真要是糊涂到抛下我们这些亲友主动回宫找康熙，那我还真不信。也许他是有什么自己的原因呢？还能有什么原因？他本来在山庄好好的，突然间人就不见了，一定是回到紫禁城去找康熙了。他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娘亲？怎么对得起我们这些师长？怎么对得起他自己的身份？晋王，奕欢从山庄回去皇宫，而太子至今下落不明，这些事情都很蹊跷，难道我们山庄内部也有清廷的奸细啊？什么？除了唐一手还有奸细？凡兄所言甚是，我们离京之后就住在这香山泉水山庄，可是康熙却似乎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这说明泉水山庄也出了奸细，而且现在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在我们没有查到奸细是谁之前，恐怕清军就会杀到，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山庄，找一处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的安全地方暂行躲避。没错，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撤吧。嗯，龙小弟，怎么样，太皇太后有没有为难你？为难倒是没有，只不过他老人家这一生命运极为坎坷，虽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
但没想到今日为朕几度落泪，朕的心里很是难过。我能明白你的心情，其实我也一样，我不怕爹跟师父们骂我，我只怕他们难过。我爹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从来都是只流血不流泪的，但这次为了我气红了眼睛，甚至要拔剑自刎，我心里特别的内疚。朕知道，要不是你爹以死相逼的话，你是不会答应和朱思璇成亲的。这你也知道，虽然你们出了紫禁城，但是你们的行踪朕了如指掌。龙小弟，你在我们那儿是不是埋伏了奸细？慧儿，这些事情朕不能告诉你，朕也不想用一番谎话来欺骗你，你就不要再问朕了。你只需要知道，朕是真心相意，仁德治天下，不欲大动干戈，大兴杀戮。要不然的话，朕也不会冒险去见你，而是直接派兵把明珠谷给剿了。谢谢你，龙小弟。如果你真的把我爹跟师父们全杀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哪怕是为了你，我也要再给明珠谷一个机会。嗯，我这次回去劝服我爹跟师父们归顺大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的化解与你与朝廷的仇恨，我们才能真正的相守在一起。可是我心里好怕呀。怕什么？我知道这次回去劝降他们肯定困难重重，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我怕他们会把我锁起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两个就再也见不到了。朕的心里是很怕，怕再也见不到你。根本就是一个禽兽。不值得任何人爱，也没有资格爱任何人。Whoa!